萨怎么可以带着你那么主动的去送豆奶？我要送给慧秀。哇，真的？不是，你要这个？我觉得是他看到师兄师姐他们在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就会让他会想要跟着学习，所以说是大家的身教。不止吧，小孩子没有看到师兄师姐在送豆奶啊。想要跟师兄师姐一样可以付出，所以他就找一个他可以做的，譬如说送水、送饼干或送豆奶。因为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可以陪伴，他就想说他可以做这个事情。